阿惟约这是什么菩萨？阿惟约这是梵语，梵成中国意思叫不退转。三种不退转，第一个是地位未不退，第二个是行不退，第三个是念不退。这很得了吗？那么在一般讲，这个三不退的菩萨。 什么人证得了？这是我们从广义上说，明心见性才证得。也就是说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像慧能大师那个境界，他们证得。在《华严经》上，原教初住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十法界里头决定。 不可能的，设法界里面，阿罗汉是未不退，其他的那个行不退、念不退没达到，只有一个未不退，可是，法身菩萨才真正的具足这三种不退，法身菩萨，那严格的来说呢？ 圆教，7地以上才真的不退，那这还得了吗？往生啊，经上没有说，没有讲同居土下下品里外，不在这，他没有说这个话，他没有说这个话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只要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也是阿惟约之菩萨。 难信之法了，这谁能相信啊？